我们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安娜喜，今天来分享千里四一和 Canmay 零五这两支唇膏。这个是我原本的唇色，然后我们来先试一下零五。嗯，好土，好好看哦，有一点像草莓的颜色，好可爱。厚涂也好好看，嘴巴好水润呢、啊。Canmay的零五真的可以，我觉得不管是日常还是出去玩都可以涂。它这个还挺容易掉色的，不过滋润型唇膏是这样的啦，然后它不会染唇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401是会染唇的，它薄涂就已经显色度很高了，我再来厚涂一下，401的效果会更浓郁一点，两个都是更水润的。401是会染唇的，时间一久就会有不同的颜色留在嘴巴上，现在我刚涂所以就还好，但是算是好卸的，如果你用眼唇卸妆这些的话。现在我左边嘴唇涂的是零五，右边涂的是401，其实两个颜色相差不是很大，基本上就是零五比较浅，然后401比较深，零五比较容易掉，口罩一蹭啊可能就没了，401有一点染唇的效果，所以口罩蹭一蹭还是会有一些留下来，其实都挺好看的，都很可以。